在古城逛着，又遇到了一群小朋友。你认识弟弟热巴？你认识他吗？认识。你也认识啊？我喜欢迪丽热巴。我也喜欢。喜欢谁？迪丽热巴也很美啊。回去我发给迪丽热巴看好不好？好啊，好不好？好。回去我发给你们的迪丽热巴看好不好？有没有你们的迪丽热巴？穿。火箭，迪丽热巴上了月球。嗯，他喜欢包，他喜欢买包包，他找钱，他一找钱就买。你有照片吗？迪丽热巴的，搜一下就好多了。你不认识迪丽热巴？对，我不认识迪丽热巴。你这个照可以给那个迪丽热巴发一下吗？好，我努力发给他看好不好？好，拜拜。